啊，今天呢，爹呀，就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向你们说一下。好，干咱们这行的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说不上哪天，爹就没了。哎呀，爹怎么能没了呢？爹，今天我要挑选一男一女，一对镖头，将来做我的镖局的接班人。管家，老爷，把所有的镖师聚集在后院。走，哎，咱们比武定输赢。好，走。今天呢，第一个游戏啊，是套圈圈游戏。就是大圈套小圈，没有，就圈圈圆圆圈圈，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圈圈圆圆圈圈，圈圈圆圆圆圈。好，我懂了，师傅，可以这样吗？我们一个你们分别来，分别来啊，一个分别来，你们先来，你们先来。儿子，儿媳先来吧。他们先来。这样好、啊，他们先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爹说，谁先来就先来。你先来。好，我们先来。预不要太控制线了，慢，哎，慢，对，悠着揉。哎呀，这来，这往当中。哎！走，哎呀，太对了！走！四个差点，劲儿，摇起来，走！摇起你的小蛮腰吧，甩动你的小肉，来，走了！你现在那腰瘦得像牙签似的，走！现在小腰瘦得像筷子牙签似的，摇起来！对，甩动你的小肉，哎，摇起来！甩动你的小肉，哎，摇起你的小腰。放开我老公！摇起腰。我们仨，哎，随便说，我不听。看看儿子的表现了，媳妇儿你上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啊！哎，胖妹，你的小猪腰，好的，哎，猪腰。没压着，没有。这猪八戒小姨子怎么死的嘛？哎呦，动得太漂亮了，把你一怒交去的。哎呀！来，走开！哎呀，好！你害我一下，我不听，不听。第十名，放。谁准的？耶！第十个了。最后第十个了，最后一个了啊！啊啊啊！走，这姿势。有水。四个。